喽，是有一点机会。而烟雾弹这边已经拍掉，应该会波局往上路走，应该可以避个闪，盾眼。一技能往后拉开 Q 命中，但是在塔下这个血量上面也看起来不像是苹果蓝 buff 了。蓝这样是不能这样打。嘲讽上来并没有命中，因为这是一个盲视野，而且现在圣才五等，虽然也是没有大绝的、哦。他这个是，你看他直接爆掉了，他直接八等打六等，然后三他没死。现在是不是走进来，闪电狼野区直接爆掉？的确，真的搭配威克斯走了进来哦，弹劫对方之后盾眼出来 ，Q 技能命中，敲击但是直接威克斯喷出了这大绝，比出了 Maple 的惊人哦。绕了一下，那酒桶也是正面按下机，哦，在草丛中有机会抓骷髅，闪电什么？可惜的是缓速没有缓到，大绝要撞，哇，也撞空了。骷髅在这边绕了一个右边之后呢，躲过对方，一个作战套在了 Maple 的身上。奥拉夫还想抓吗？嘲讽命中，开了诸神黄昏往后拉开底薪，本来想踢，但是因为奥拉夫现在是不能控，就为了推一个一闪现上路，母警到了，闪现的推，我有机会回来之后呢，大绝一踢，漂亮 Q， 大绝斩杀。我觉得下一步的关键，我觉得闪电还是得再做一波车。这里母警算是硬打回来了，两个人交了两个闪，然后硬踢硬杀，然后拉进热色车。还有闪一这边是有命中啊。两个人真的是个硬差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两个人都是把全部招都交完。那我们看到蛇蛇开心也知道，因为对闪电狼来讲，这个我觉得刚刚如果要用预示者的话，你要硬用的话，你不如下去用。但是有个尴尬点，哎，我们看到李欣站了，哇，这里硬差有往前 Q 哦，那就算是就弄了脚的闪现，还是被跟到海沙杀的稳的进场。伊卡西亚的魔语搭配着伤害呢，这边是兹尔加特，现在持兵上面是领先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波视野中呢 ，Q 到了，哎，一闪，哇，这闪漂亮，哎呦，这波打得好。波子大家都打得不错，我觉得只有突神这边打得不太好，不过我是非常满意看到这个这闪现的的确闪现按的时间点，因为这个圣跟海沙就可以直接飞过去了。哦，传奇留在命中，恐怖袭击翻到了，而且这边是换到了鬼步往前打出了杀戮射击的伤害哦，下路的兵也是进去了。这边真的是要开这条地龙，而且地龙对于闪电来讲非常重要。哦，我们看到在后方的哈拉比已经进场了。看见杀戮射击往前射，李信 Q 技能命中在 Spirit 身上哦，巨魔毁灭把对方敲击之后呢 ，Maple 这边开了大绝往后拉开，躲掉了控制技能，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，并不会因为说这两个人人头就是觉得说哦现在非常难打，没有，现在 Everyone Freeze 他们只是耗整一下，突然冲击一闪往上大绝，直接把木具顶和木具按下进了，但这个位置是死定了。而且已经掌握到对方并没有，还没有开始吃巴龙哦，现在开始吃了，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闪电狼，哇，这巴龙是闪电狼目前本场比较最大的考验点的，乱冲击撞到手腕，嘲讽往后拉开，虚空探索者命中在骷髅身上侧边，阿卡丽尝试进了生化射线往前一奔，但是哈拉比跟 Maple 目前是坦度够了，但是 King 尝试要抓后排的贝蒂，套兵进作战之后，虚空探索者命中了一个新的波音，先收下了阿卡丽，再度往前做射击，拿到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杀出本来进场，再赚到了 Q 吗？这一波打到了一个 triple kill， 马龙拿到 ，Maple 缓到之后，闪现上的巨魔毁灭敲起了，直接闪杀，逼错了他的诸神黄昏之后呢 ，Betty 想要跟闪打伤害，差了一点点。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是最后不需要交两个闪，我觉得最后 Betty 跟 Maple 把闪现杀上去杀一个没闪的欧拉夫是有点浪费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转捩点呢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波的团战，一开始呢，对方其实目标很明显，他们想抓 Betty。这里第一个关键是 Maple 把这个阿卡丽给顶了下来，然后贝利最后用他的套盾跟他的治愈拉开了距离之后，威克斯虽然交了大，但是完全没打到贝利哦。然后接下来 C 券跟整个贝利的速度都非常漂亮，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伤害都是贝利一个人击杀的。他出的是 AP， 他那个虚空探索者没错，伤害很高。这布局是个混分的笑容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布局笑、欸，我在温泉走出来，我吃巴龙漂亮，打得真好，各位。我早就。总兵推进来，上路呢，这个外塔拔掉，下路外塔拔掉之后呢，现在只剩下这个中路有最后一座二塔，后方的沃加德绕出来开龙头盔进场，红旗兵翻到了骷髅，骷髅按下惊人之后呢，贝蒂杀手本来进场被 King 先往后带走，并且作战带套在了贝蒂身上，在正前方的哈比先收下了对方中路威克斯，这边是用这个命换命哦，而且 Maple 真的痛，贝蒂现在伤害非常的高，虚空探索者往前并没有命中。这个伤害如果刚打在突形上会非常的可观、哦。这比赛可能转泪点，这这个兵线引诱到了阿卡丽，抓到了，荣耀头盔缓速缓到了 King 哦，被缓区被推到中的巨魂，在敲击逼戳他的惊人。Betty 的侧边呢，虚空探索者，哇，这个伤害现在很高哦，哇，可惜没有办法，目前没有机会把他点掉、哦。有啦，你那个哈纳比挂了飞上去，好、哦，原来是想要骗你，这时候再把你点下去吗？哇，跳了下去，但巴龙现在还有两千七哦，目标一定是欧拉夫，先杀欧拉夫，有这种纪律打得出来，稳稳的重击了下来，侧边的 Maple 呢，再给对方三人后排压力哦，三人直接开大，要把对方给逼退，往前开车，哇，这个车目标撞到了骷髅，把骷髅就撞进杀手本能进场，走一个加波，先带走了。
骷髅再往后就输出 B 咒 Kramer 的咒语暴风，但在塔下温泉里面还是死掉了。King 这边想要来帮他队友打出人头击杀，但是人太多了，完全没办法。一到时候半条血就不见了，上路的外塔掉了，兵营也掉了，现在直接要来推珠宝了。结束了。哦，对，这个木大姐想踢，没有踢到。哎，木具笑了，木具笑了。你不要再闹了，木具。哦，只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这个索尔还有闪现，这个嘲讽留住了之后呢，闪电狼两波八龙直接把对方带走。镜头特写到木俊导托，现在也知道他是这个躺起来的。这场贝提其他四个人的表现真的不错，木俊看起来是回去要再检讨一下。可是，因为 BP 上面他的理性也是最后选的啦。对他其实也是尴尬啦，因为我就说他其实也选不到什么好的角色。他这场主要还是在整个，我觉得这场还是关键在于整个闪电狼搭配是非常漂亮的。我猜这个上路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圣进去被对方抓到，然后下路贝提被顶到，其实一开始也让这个木俊的开局比较难一点。没错。但是闪电，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一次比赛能看出来，他们其实没有很着，就是不会太着急，不会去做一些很冒险的举动哦。是是是，他们稳稳的打，稳稳的掌握。那在该打的时候呢，可能不仅是利用兵线啊，甚至是在视野部分抓到几个人头，借此打出八龙风向。没错，而且这一胜对闪电一定是很大的帮助。他们现在已经二零了，然后反观 Africa Fizz， 哇，现在有点尴尬，直接零二开，零二开，韩国队本土零二开，稍微尴尬一点。不愧是我们的韩国杰西，沈杰西在我身边，请到是闪电狼的 AD Carry， 这个 Betty 也接受我的访问喽。大家好，我是闪电的 Betty， 我现在语无伦次，我非常开心，你应该很开心。就是今年不是超越年啦、啊，对。那我们不超越，我们没有 hashtag 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红红，刚刚那场比赛，其实闪电狼选出的阵容非常明显，就是让你 carry 后期。你是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挑战的吗？其实我拿到凯撒，我就觉得我要赢了。拿到这个角色，觉得100%我要赢。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去看 RNG 的 AD 嘛，然后他拿到凯撒，就觉得他要赢，那我也要达到这样的，对。对，那今天确实是非常成功。那再来的话，其实想聊聊双方阵容，因为我们刚刚在看到闪电狼的选出的角色之后，其实会觉得说，闪电狼比较缺乏开战角色，例如说需要开到这个威寇兹的时候，可能会比较乏力一点。那也是造成你们可能在前中期比较打得比较轻。你觉得你对于他今天开大，觉得这几次表现感觉怎么样？觉得他今天开得蛮不错的，然后都有逼到对面中路的招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非常关键，就是请帮我们说一下，在八龙区你们其实已经是损失掉了打野选手之后，四打五那波你拿到三连杀的会战，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当时就是想说对面在吃，然后我们有队友说他们吃很快，我们就准备进去了嘛，然后方向就说他这时候要开大了，然后结果突然有个阿哈利突然就好像过来被撞到了，三人就突然撞到一个隐形的阿卡利，我就知道这波应该蛮稳的了。其实本来没有预计会撞到阿卡利的。所以算是一个幸福来的有点突然这样子，嗯，过来送头，对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刚刚观察到你出的装备，其实有三件的保命装，包括惊人女妖以及这个水星弯刀，这是你自己决定要出的，还是其实你队友有提醒你呢？其实就只是我打了蛮久凯撒，然后发现对面只要有酒桶的话，他的一闪基本上是躲不掉的，一定会被他炸回来，所以我才出了偷金刀。好，那其实因为你今天的对手也就是这个 Kramer， 他也是之前闪亮的 AD 嘛，那今天跟他对线之后感觉怎么样，有什么感受吗？就是玩得很好，对，就是果然是闪亮以前的 AD。 你是不是顺便在吹捧自己，不亏闪亮 AD？ 没有，我说的是闪亮以前 AD， 我还有在进步。OK， 好，那这边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能赢下比赛，我们知道就是你的发挥非常好，那你有没有另外让你选出一位就是你最想要称赞的队友呢？其实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好，我们才会获胜的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下次应该还有很多机会访问你们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也恭喜闪电狼拿下了他们在这次世界大赛第二胜，也是二连胜喽。那也谢谢 Betty。好的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，我是余尚，我们邀请到的是雪蛇来接受我们的采访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，今天赢下了这一场，可能说是比较艰难的一场比赛之后，感觉怎么样呢？感觉当然是很兴奋，然后也觉得很累。虽然说只有打一场比赛，但感觉耗尽了一整天的体力。
但是今天好像导播非常喜欢你，给到了你很多的镜头，可能你不知道，所以我想问一问，今天就是上路拿到一血的时候，你好像在镜头里表现得非常的开心，我好像看到那个一血跟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吧？对，就是因为跟我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所以我才特别开心，就是被 carry 的感觉很开心。所以说被 carry 觉得队友比较厉害一些。那其实后来看到 Betty 在大龙区有一个三杀，你当时是在蓝 buff 区伺机待命，当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，就是当时那波团战你是当时在做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我最主要就是想办法拖时间，因为我们的打野死掉了嘛，所以我就是找任何角度去插眼，然后看到他们哦，最后吃了就是大龙之后，我就是也来不及过去保护我的 AD 了，所以我就在对面唱一个 R， 然后来保护我的 AD 这样。但是从那一波开始，你们也是有了一定的优势。但是我看到 Betty 的出装其实非常非常的稳，因为你们的团队当中有两个彪形大汉的前排，有一个辅助的一个保护，但是为什么他还会出三件防装，最后一件还出了金身呢？因为我们在就是练习的时候，我们有去特别研究我们的出装，然后我们教练也有帮我们去做很多就是数据的研究，所以我们大概算出就是那些装备是对我们在当下比较好的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以往很多人都对于闪电狼的一个理解说是 LCK 的杀手，你觉得今年的世界赛你们能不能够续写传奇呢？我觉得因为我们每次赢下他们都是在 BO1 赢下来，所以其实也有一点运气成分吧，然后希望这次可以在 BO5 中真正赢一次看看，在 BO5 当中能够真正的证明你们自己。那之前 Maple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希望这一次闪电狼是能够进四强，那你觉得你这一次你的预期或者是你的希望是什么呢？我希望可以在决赛的时候碰到卡萨，然后跟他来一个正面的对决，这样是两个要互相报答一下吗？当然要的。我记得你们好像其实在来韩国的时候也是有一起吃饭的。那你觉得就是再次见到卡莎的时候，卡萨的时候，卡萨的时候，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好像比之前胖了一点吧，感觉在那边吃的不错，然后就是还是蛮开心的。然后我们平常也会聊天，但是这次是在赛场上对到，所以我还是蛮希望可以赢下他的。好，那期待你们在之后呢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，也期待我们也可以携手进入到之后的比赛当中。好，再次感谢蛇蛇，谢谢。我们的赛后采访到此先告一段落。